近日，央视中国电影报道就关于脱贫攻坚战主题对吴亦凡进行了专访。节目中，吴亦凡阐述了对精准扶贫的见解。吴亦凡一直热心公益，传递正能量，带动众多粉丝们加入慈善公益队伍中。据了解，由吴亦凡粉丝组织的公益团体吴亦凡梦想行走团已经在全国发起包括关爱特殊群体、冬季送温暖、捐赠衣物、保护小动物、植树造林等近百个公益活动。粉丝们深受吴亦凡影响，将公益放在心上，也落在行动上，不仅实实在在帮助到他人，也再次把正能量传播了出去。我觉得非常需要，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教育吧。我觉得能让他们有机会学习更多的知识，因为我觉得年轻的小朋友们，他们才是未来。那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教育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让他们未来有机会在更大的就是舞台也好，更多地方能够去就是更全面的发展。